看看小十二打林克啊。3, 2, 1, go！ 哎呀，现在是你。OK， 空下上臂连断。前头。嗯，春节其实感觉场地够大的情况下，林克是可以有很多操作空间的。蛇这边其实，尤其是林马这边的打法，有点偏向于纯，就是纯远距离和纯近距离。相对近中距离的林克来说，马老师这边可以有很多操作空间。我可以先制下伤害，下头，然后。再冲后加多出去，这个炸弹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觉得这个上臂回来会把这个炸弹顶走。确实 OK， 再不先手摸一下，直接顶死。分阶的两边也是太窄了，林克空的这个力度也是完美的击杀。OK， 空间防壁。空后出盾，这不对啊，这不对。空前69，场外应该是一个机会，蛇是只能被迫选择高空回场。马老师这边也是直接被空后一个落地打到，但168还没死，漂亮，直接是先是一个空气判定，先打到这个导弹啊。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个空后空恩选择有点保守了，其实刚才可以确认一个空后，这边下 S 有一点慢了，是一个这边没法走了，直接就确认打死。扎布，漂亮，空恩的。OK， 看第二把啊，还是孙杰。小鬼这边也不打算更换一些其他打法，放到地图上，不知道打法会不会变。但是其实蛇这个东西，打法上其实我觉得一个具体打法吧，就是不用需要一个特定的一个配色，尤其是打林克这样。林克更多的像林克这个大弹手边。马老师特别舒服的这种把炸弹放边上是不行的，因为这个蛇的上臂会直接把这个炸弹打破。对，加上马老师这个空恩持续判定非常长，场外的蛇的这个横臂的追场呢是难奏效，因为等这个导弹飞过来，马老师只需要看空恩就行，然后可以安全回场。但是这个上臂属实有点烂。这个上臂更好处理，蛇的这个 DA 啊，无论是穿盾与不穿盾，一个上臂都可以解决。这个 DA 也是防守落地，但蛇的优势轮也是非常的扩大。龙臂先看一下，来到了这个战场终点模式。OK， 蛇先把炸弹拿到，马老师没有炸弹，只能被迫先用闪身，但其实蛇没追啊，感觉不知道蛇刚才追会不会好一点。这边想找一个角度引爆炸弹，但应该是没有机会。看看 Harry 爹先尝试，爹确实很硬啊。空后一先打一下。
漂亮，红直接追空前，这边也是小偷一波。漂亮，这波非常判定非常的优秀，空下直接把上臂扎爆了。What the fuck？ 说实话有点累。我可以看看咱们 B 少会不会神秘。B 少果然没有神秘，选择老蛇。说实话，老蛇，说实话确实有点难打，感觉打起来。感觉 B 少还是玩那么烂，至少还是得把蛇赖。但是感觉 B 少不是很会赖啊，他只会近身赖，那恶心的这种近距离玩家来说。一到对面开始控距打一打的时候，他确实有点难受。这马老师有点刻意了吧？感觉刚才直接回来就行了，非要去踢一下，然后自己被三角远。OK， 后手。路马这边也是一条命的优势。马老师这边把速度提起来，但是 DA 抢不过上这是什么，这是横臂还是上海看不懂。他们先回来，也硬抢，漂亮，抓一个呆，竟然有炸弹。哦对，那个回应可以直接引爆零个炸弹。漂亮，顿住后头开始守边，但是马上没看到有一个虾兵，有一个 C4，我有个爆能器啊，说的找，对，找老杜也可以。OK， 空下一个出盾，打一个呆，再打一个呆，看这个炸弹有没有一些说法，看来是没有说法，确实有点难守边啊。王老师特别喜欢那种炸弹，就是把炸弹放在旁边的这么一个方法，有点难对付。但是这个说实话没看懂，这是干嘛 ？OK， 空后蹬了一下炸弹，后头炸弹还在这个位置，想直接拿炸弹拦，可以拦到吗？漂亮，闪的位置非常的 nice， 这个位置可以吗？啊，猜到毒毒到打不到，我说实话，就是炸弹先打出去一个空温，哇，这什么？上头死了。没有关系，还有两条命啊！马老这边151了，从后，哦，这飘，这个会死，可惜，有点赖。攻击，现在比分2-1，但是还在一个胜者赛里啊，这边也不让我非常高。这边是炸弹先连出去，马尔想直接追，这应该是个大雀粉空前，这什么意思？不会连，马尔先回来，说虾币被自己虾币炸了，在干嘛？虾币反，这虾直接硬下来，知道你不躲，知道你不打，这很猛，空前直接打死。都是一个戏，对不对？哦，空后被 parry 吗？哦，这很空下直接打到马尔这边，盾已经碎得快差不多了，先得攒一下盾。这波硬追的这 BA， 说实话都烂了。我说实话，对，这不对，这是一个错误的。上帝 ，what the fuck！ 上帝玩还安全，王者。我们二拉开距离，这边是一个硬泽，这不得了，前头直接拿导弹回来，但是这边有，看回场，帕托尔都没在里边。Holy， 玩没看到吗？有些花了，这什么东西？死了吗？这个100多少就会死，
哦 ，OK， 妈的，非常专业的解答。什么空前加 DA 啊？不是，是空恩吧？厕所你得下去那个 A， 完了那个 B。那玩一场你是？空恩打到这边也是进行一个斩杀线，129有没有机会？还是空恩这边炸弹响，手边硬抢，什么意思 ？DA 就可以硬打，偷离的戏还能回得来不？还能回，没都败了。消毒你 ，O D A， 不对，这不对，这个 D， 这空前也不对，都不对，哈哈，有人死，红恩看谁更硬，这边炸弹应该是炸不掉。D A 就硬抢，看你能硬不能硬。怎么撞？直接，哦、哎呦！空恩再抢，还能抢吗？100了，炸弹有没有机会？看来是没有机会。哦，横 S 硬毒了，哦，离的蝎还是死了。OK， 决赛了。啊、我们逼子会不会换角色？逼子，还是这个同样的地图，同样的角色，逼的没有选择换面子。哦，刚才手可能坏了。啊，这他妈就死了？这不对。这也不对。这也不对。然后一连三不对，这个也有点不对，这个 Perry 非常对。 OK， 炸弹掩护下自己，两边再扔炸弹，这什么，这我无法认可。开始了，我们逼神开始硬毒模式了，开始往前脸上肿了，前头34，看看这个手边的机会，还在不停的积累伤害，但是这边是因为有手榴弹，必须得避一下，导弹掩护一下自己。怎么说？马尔二段跳，先安全下来，空前还有机会吗？空上还空上，下来就是一个空恩的欺诈弹，先掏炸弹 ，OK， 打到，再掏再打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两个 DA 全被拦，有点难受。第三个 DA 也打不着，第四个 DA 打着了，我滚你！哦哦，马老师玩花的，刚才我感觉上臂能毁吧。啊，一天打零克吗？横臂横臂 OK， 马老师进入了自在极攻模式 OK， 三个臂一起甩，对吗？是有点对，这个位置我说实话好瘦身，空恩再得一下没有打到，我也速度有点快了，后头再来一个横臂，空恩能拦吗？但是抓边了，直接被空后打死，我说实话没看见 OK 硬抢啊，上臂不对，再来一个啊，哈哈，哦啊，不会瘦身，
但底下有上币，什么？这个游戏只需要摁吗？OK， 这一把现在马老师1-0领先啊，已经是赛又过了，两边都是二手主，前头打出去，空下炸爆了，这是闪什么意思啊？这闪对吗？这闪不对。看准了以后直接抢，这不行，这铁不行。那讲到我的近身确实很硬，不好说。马尔板壁也是到了94啊。能不能先回来？蛇就是火龙上马被猫抓到，炸弹没有打死。啊，上币死了吗？还没。再不闪出去，118，翻滚了，两个翻滚直接回来，但是直接抓了个呆，选择了冲刺盾啊！马老师直接抓呆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在干嘛呢？168了，摸一下就死啊！上头就死了，干什么啊？死了啊！我说实话，我有点无法认识。啊！有点对，比蛇对一点，这个比蛇对，这个我无条件支持。现在开始我开始正经解说，我是非常公正公平公正的，我只是希望林克快一点死。 OK， 空位空前 DA 兄弟不会接吗？OK， 漂亮，空后一接空后，空前能抢到吗？这真的吗？这是皮色吗？这空后根本挡不到了，兄弟，但是像出血反后头开始射箭，但是不行，坏了，兄弟，这人没有赖招啊，我兄弟怎么赢啊？哦，这对吗？这有点对。空前吗？哦，空后摸不到的，兄弟，啊，确实这个我觉得没有一半，这个空下有点强行，这有点强行。 DA OK， 先处理下炸弹，这是横 S 干嘛？OK， 前头场外有没有机会啊？啊！
对，这不是。这对吗？前头死不了吧？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我觉得逼子的这个皮特，说实话有一些欠缺。连招，连招，不要往回。我说实话，不往回，我感觉能杀。上臂能回，拳还是能回，却反不了，还是要被抢。这不对，还能回，这就是皮特，漂亮，连招。OK， 64。What the fuck？ 下臂，再下臂。OK， 哦，不了 K， 我操！